本哦，咱们现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曼哈顿中城佳士得艺术拍卖行。今天我们来看什么？今天啊，2点钟的时候，正好在佳士得拍卖行，我们有一个现场的拍卖会，在2楼，所以待会儿呢，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佳士得有哪些类别的收藏品可以拍卖？非常好的问题。我们佳士得拍卖行呢，包罗了几乎所有的类别，在这个楼里面，我们有14个不同的部门。那总结起来呢，大概有以下，第一是艺术品，第二是古董，第三是家具，第四呢有这个奢侈品，包括珠宝啊，包括 handbags， 比如说高端的这种铂金包，以及手表、腕表，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珍藏级别的这种书籍、手稿，这些都可以作为拍卖品。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佳士得？很好的问题。佳士得是一个有超过250年历史的奢侈品品牌，那呢，我是被这个品牌所吸引。机缘巧合的是，几年前啊，我曾经帮助过我的一个大客户，介绍他到佳士得拍卖行来，然后他拍卖了家里面的一些明清时代的画像。我们团队能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？作为佳士得的一员呢，我们的团队，地产团队，在过去很多年帮助了很多高净值家庭和人士，帮他们在纽约置业、买卖房地产、出租物业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们也有教育部分，所以我们也帮助到很多家庭的孩子申请纽约的顶级私校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业务。现在我们的第三个业务就是，我们也可以帮我们的客人买卖艺术品。